small family, we had the chemistry there. My wife, the actres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my daughter, sh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and that's me. So we had a lot of fun. Hope you enjoy it. Years of tutors, tuition, and time. You're as proud today as she is. At Hudson Valley Federal Credit Union, we can help you turn your home's equity into an investment in her future. This is a great product, and it was delivered with outstanding personal service. Hudson Valley Federal Credit Union. There's a reason people live here. There's a reason Margaret borrows here.前面大家看到这广告呢，是一个银行的广告哈，这是我拍的第三个广告。这个其实这个拍这广告呢，演我太太的是一位菲律宾籍的女士，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就是演我们女儿，她是一个ABC。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拍完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变成一家人这样子哈，我们继续一直都保持联络。 拍这个银行的广告呢，我们是在一个就是说一大早哈，一大概6点多吧就开车来载我们去拍摄现场啊，去拍摄现场在长岛在 Long Island 的一个房子里面哈拍摄，那我们从早上开始拍到下午大概拍到4-5点钟嘛，其实拍了蛮久的，6-7个小时。最后剪接出来，其实没有剪那么多，很多都没有剪进去。其实我们拍的部分拍的更多，可能越拍很长哈，那可能到最后并不用到这么多，所以它只会剪到重点的部位啊、就是重点的在这个 ，I'm sorry 啊，可能中文没讲好，重点的部分不是重点的部位，就把它合起来，很开心就看到，因为我这次拍呢，他们要我笑啊，就是笑，就是就是很开心的笑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像我们年纪大一点之后，我们不大敢大笑，因为这个作文呢、啊、很明显，太厉害啊。可是他在拍的广告需要我大笑，所以反正就是他就是要看我的作文，他就是看我的大笑之后脸上整个这个眼角啊，这个脸型整个出来的作文，他叫这个作文。因为这是一个很开心的爸爸，这个女儿大学毕业哈，就是讲这个银行的广告。那我们还除了拍这广告之影片部分呢，我们还有拍静态的，就是一个相片。最后相片呢，我们在就是拍完之后，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张相片。那大概一年之后吧，就是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在纽约上州 Albany 那边的高速公路上面看到了。我们这个海报，这个大看板，很大的一个看板，就竖在高速公路旁边的看板，就觉得很开心，就拍了照片寄给我。这个是不是你们？这里就是我们，觉得蛮开心，觉得蛮有趣的，因为看到自己的作品出来哈，这是蛮好玩的，所以这也是我拍了广告，这是拍了第三个广告，之后我开始比较参与一些演出像演。